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各位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欢迎收看。群籁虽参差，是我无非心。古往今来，杰出的诗人画家都带着一双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眼睛和一颗清澈纯净的心灵，时刻去感受新鲜世界，在真实的生命中发现真正的自我。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如同亘古长河，追求的不只是外在形式的美，更是内在生命的意味。我们徜徉笔墨间，去感受不朽的创造精神和时时常新的澎湃活力，尽情奔腾，滚滚而来。中国降噪，文明之光，孟芝兰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有请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谭咏麟。我是开卷人吴夏。可是食无肉，不可居无主。今天我又给大家介绍的画作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所绘的《潇湘竹石图》，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苏轼对竹的痴爱也许是前无古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他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竹，不但在诗词中咏竹，还留下了这幅千古名作。眼前这一幅《潇湘竹石图》采用长卷式构图，画面正中有一大一小两块石头，大石左右各有几只墨竹伸出。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丛竹子却是在大石重压下顽强生长出来的，纤瘦的竹枝与硕大的石头形成了强烈对比，表现了竹子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作者强大内心的写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潇湘竹石图》，走进让苏轼一生钟爱的清雅修竹。在他细细追逐，待来日花竹长一树，随他走过千丈蜀道，万里宏图，愿明日花竹长一树，陪他笑傲潦潇春风，烟雨归路。
手向烟波深处，一丛丛淡淡墨竹。流年前度，曾经如初，记当年东坡居士山竹放逐，生于城村绕黄州，待他与酒同处，抱一片诗一瓶壶，等他挥笔一书，待来日花烛长一束，随他走过千丈蜀道，万里红烛烟明日，花烛长一束，陪他笑傲料峭春风，烟雨归路烟明日，花烛长一束，陪他笑傲料峭春风，烟雨归路。掌声有请谭咏麟服下。又见面了，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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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自从上一次在经典咏流传听谭先生唱《定风波》之后，我就一直期待着能有机会在现场再次听您一展歌喉，去唱中国优秀的绝美的这些传统文化。我有幸在之前唱过苏东坡这首《定风波》，就对苏轼的了解加深了。很多人都晓得他是一个大文学家、大文豪，很多经典的名篇，但是很多人都不晓得他原来也会画画。他是一个文人画家，他对竹子特别有偏爱，然后他生活处处都充满竹子，所以竹子不单只是他的朋友，而且是知己，对，是他的精神的支柱。所以我希望我们把这个珍品都带出来，给多些人了解苏轼对竹子的情怀。胡夏看到这幅画，当时第一感觉如何？说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植物，大家都会想到梅兰竹菊这四君子。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因为我们南方也有很多竹林，对，但我看到它是跟我以往看到的竹子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平时看到的竹子是那种一节一节一段一段很板正的，然后这一幅图很肆意的生长，然后很随性，在大石的这个重压之下依然能够顽强的生长。我觉得它表现的是这个竹子旺盛的生命力，也有作者强大内心的一种表现吧。我觉得那种不羁、那种洒脱的那种精神，这应该是苏轼笔下的一种特有的他对竹子的感悟和描绘。苏东坡所传作品不多，所以要想看到苏轼的画其实是很难的，但这一幅画就在中国美术馆收藏，那是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镇馆之宝啊，镇馆之宝。这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保藏，它是由邓拓先生当年啊，这个捐赠的，1964年。邓拓先生当时请荣宝斋的许麟庐先生，在他的大量的藏品当中，挑选出140多件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邓拓先生用重金，还有他有20多张作品一起混成了这一张竹子。
他拿到这张桌子以后，就把自己的收藏室改成了叫书画炉。他不管收藏多少作品，但是呢，这个地方叫书画炉。嗯，可见他对苏东坡他的这种崇拜热爱。那么，苏东坡是一个文人画家，这个文人画跟一般的画工画师不一样之处在什么地方？首先，他有崇高的文学境界。诗的情怀。第二点，他画表现客观事物的时候，他不重视那个形式，而是呢去表达自己的心灵的感受。那么这个心灵的感受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呢？他是以书法入画，用书法的笔法、书法的线条、书法的事态意态来表现客观物象。在苏东坡的心中有他自己的作字的意志，这就是文化意象、书法的气象。也就是说，他把眼中看到的这个作字秉承了心中的作字，然后呢，他再用手把它表现出来，人主合一。对，但是苏系化的主旨呢比较活泼，比较灵动，而且很淡然，就给我们一种生命的力量出来。这个让我就马上想起来他最出名的那一句：竹椒无情轻胜马，哈哈，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他对画是有追求的，他认为这个画啊主要是要取意取神，不能取形，他在这方面很用意。同时呢，他为什么又画竹子呢？竹子呀就像王羲之喜欢鹅，不同的文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癖好。周敦颐喜欢莲，周敦颐喜欢莲，对不对？那陶渊明喜欢菊，那苏东坡喜欢竹。为什么他喜欢竹呢？他不是有这么一段话吗？可使食无肉，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吃货，他喜欢吃肉。但他说呢，吃饭呢如果没有肉也还行，但是不可居无竹，住的地方不能没有竹子。没有肉呢令人瘦，你不吃肉人就瘦了，没有竹子人就俗了。其实不是竹子令人不能俗，是这些文人的学养，这些文人的境界，这些文人的幽默，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雅致，变得轻松，变得愉快，变得美好。为什么我们喜欢苏轼？文章写得好，又离我们的距离这么近，他说的每一段话，每一个故事好像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一样。这就是苏轼真正既跟我们很亲近，同时又是我们心中君子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文人喜欢梅兰竹菊，包括苏轼喜欢竹子，其实他喜欢的不是说自然界中的这一种植物叫竹子，他喜欢的是竹子所代表的他内心的那种精神气节。换句话讲，他可能喜欢的是他自己的模样，是一种精神的投射啊。对，也是他生命的一种影子。对，那么竹子它就是一个物。对，当艺术家诗人赋予了他一种精神的时候，他就秉承了一种艺术的形象。所以刚才吴馆长说到的邓拓先生那个故事，其实邓拓先生又何尝不像竹子一样。是的是的是的，在邓拓先生的捐赠当中，有名诗家像沈周、文征明、仇隐、唐伯虎，有石涛，还有徐渭，有郑板桥等等。从宋元到晚清，几乎是可以写成一部美术史。他能把自己的宝变成国宝，把家宝变国家之宝，这种境界是极高的。
苏东坡的绘画，他在文人画的基础上要高于文人画，我界定为士人画。所谓士人画，就是他心当中装有的不是个体的这种喜怒哀乐，他所表达、所吐露的、所关注的是家国情怀的议题。我们看的这个《潇湘图卷》，尺幅不大，但是他绘出的是一种天地之美，包容的是一种天地。我之所以说他比后人的文人画高大，就在于苏东坡本身的心境和境界之大。所以我在想，今天每一个中国人在看到这样的竹石图的时候，在感悟着先贤为我们留下的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的同时，其实更应该做的是我们每个人把这一株竹子和他的精神种到自己的心里，在这个时代都用这种坚韧不拔的气魄携手共创属于这个时代的传奇和辉煌。谢谢，谢谢谭咏麟先生，谢谢胡夏带给我们这幅《潇湘竹石图》。有请下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娄伟。春林红浅绿晴柔，五谷全生折玉流。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画作是明代蓝英的白云红树图轴，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白云红树图是蓝英墨骨重彩山水画的代表之作，画作将青绿朱赭等多种艳丽的色彩巧妙结合，堆染出丘壑数十，给人强烈的色彩冲击力，具有形式感和节奏的美感。画中的场景并不是现实场景的写生，而是蓝英用自己大胆的想象将各种色彩精妙地呈现出来，足见画家极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上乘的独特性创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白云红树图，走进别样的中国色彩。
掌声有请沈培毅、谢欣。培毅老师您好，谢欣您好，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欢迎两位。培毅老师刚才整个这个舞蹈的创作，从这样一幅画而生，就我特别想知道这幅画是不是在一开始带给您的也是那种极强的冲击感？是的，这幅画，我看到了资料说这是他晚年的作品，无论他的构图从近景、中景到远景，从低中到高，乃至他的用色的铺排，我都觉得真的很震撼。其实我是特别特别的喜欢中国山水画，编舞的时候也会用到这里面带给我的启发，如何把这幅画的生机勃勃的那个意象展现出来。然后我们就找到说他们想要一个种子，并且有树的生长，然后并且有这幅画从土底下怎么长出来的这个过程。我觉得那个意象的表达就好像人体本身就幻化成了这个画中的山峦叠嶂和那一份起伏，更多的时候是生命力的来处和它的一个焕发的一个能量感。吴老师，您也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幅作品的精妙之处。这张画呢，我首先感觉到这个题目非常好，叫白云红书，非常鲜明，一个是物象，一个是色彩。树和云是物象，红和白是色彩。有色彩的大部分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青绿山水。青绿山水当中啊，像这么多的红树不多，而且用白云以青绿来衬托了这个红树，这是这幅画的最重要的特征。它巧妙的有机的把红和绿蓝这些啊对比强烈的色彩融汇到一起，再加上这种白云和流水，加上小桥和人，这种意境的书写体现了一个生气扑扑的死性。谢谢吴馆长的解读。就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位画家蓝英，明代的画家，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吗？蓝英呢是在这个画家当中呢确实非常有特点，他是杭州人啊，一个平民家庭，所以很小他就作为一个职业画家吧，把画画作为自己的职业，一个谋生的手段啊。他是非常接近于文人画的这么一个职业啊，叫匠师啊。他的作品呢应该说非常富有文人意趣的这么一种匠师之作，这个整个的艺术水平是非常高的。那么他早年就走上这个创作之路之后，后来也逐步的结交了很多的著名的文人啊，包括这个董其昌啊等等这些人，也游历了名山大川，而且他的足迹范围非常广，大江南北啊，所以这对于他的山水画创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他有大概两路风格吧，最典型的是那种学猿人的啊，以猿人为基底的这种学黄公望啊，包括兼柔一些王猛啊等等的风格，线条非常的刚硬，有时候也掺杂一些小斧皮皴啊，浅绛设色为主，偶尔点缀一些时青时绿。那么另外一路就是这种青绿墨骨的这种山水，这在他的作品当中应该说也是一路奇兵吧啊，作品不多哎，但是呢非常非常的有特点，虽然非常的浓烈，但是呢又感觉没有任何的这种庸俗的这种火气，哎，反倒让人看着非常的清新舒服。对，这是他高明的地方。我一直都觉得这个蓝英啊画的这个白云红树图啊，这个画的主体就是白云和红树，至于青绿山水，我觉得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在我看来呢，颜色及个性，因为你画画归根结底是画人，即便你不是有意画人，但你无意当中也把自己的个性也画上去了。所以我们就想到呢，元代的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是吧？他有一首这个小令啊，写得特别好，叫《天净沙·秋》，
这树都泛红了，那肯定要，最起码它是秋天吧。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我感觉简直就是为这画做的。白朴这小令的特点是前半截有点小悲，我感觉就像水墨皴法一样，到了后边忽然震起一层，又有了青绿山水，所以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感到其实一首诗里边它也有画法，一幅画里边它也有诗意。所以我们说这个诗画的结合，这种千年的神交，跨时空的神交，一不留神一个人画了一幅画，暗合了另外一个时代的诗意，另外一个时代的人写了一首诗，没想到暗合了隔了多少后代之后一个人的画意。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现代舞者，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认识或者是交流，但是我觉得能幻化成身体语言去感受一幅画，进入其中，无论是从画者还是从画本身，我觉得都是一个带给我们现代的人的一个无以言表的一个启发。对，美术家的作品啊，能在舞蹈家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以他一种意象的表达呈现出来，就像书法的线条像草书的狂草一般的，像行书一般的流韵的这种境界，它都是充分体现了古代艺术家他们在看大自然的时候那种无限的一种啊变化。所以在这里面就找到了生命的流韵，就找到了大自然的音符，也就找到了我们诗的乐章，也找到色彩与形的它的永恒的绝韵。蓝印这个人呢，他实际上他是这个职业画家兼文人画家，所以他两种这个画法他都有，一个是这个文人画家的一种比较淡雅的幽淡的这个这样一种格调，但同时他有一种适应这个社会需要的这个职业画家的那种比较浓烈的趣味。他用的很多的都是矿物颜料，这个矿物颜料呢它是这个比较浓比较亮的，不会褪色，所以从他的矿物本身的那个质地到他作为一个职业画家的他那一种情绪来看呢，他画的东西呢它是有比较鲜艳的这个色彩，更强烈的对比。这幅啊蓝鹰的代表作《白云红树》啊，应该说是中国画中的色彩之王。这件作品其实是以色彩代替了水墨啊，在其中呢会找到一种特别丰盈、圆润、美丽的状态。在他的笔下，我们会看到山水画中所谓可游可居的那种寄情的状态，他的点胎、他的勾勒、他的笔精墨妙，都使我们在今天看来啊非常丰富，而且呢有它独特的啊语言的形制。谢谢，谢谢两位带给我们的精彩演绎，给我们带来这幅《白云红树图》。谢谢。有请下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朱涵。东南富山水，节气中艳风。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明代画家叶辰的《雁荡山图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雁荡山向来以山水奇秀、壮阔而闻名天下，有着东南第一山的美誉。它巍峨屹立于天地之间，千百年来
他独特的神韵与魅力吸引着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留下无数诗篇画卷。雁荡山图卷就是一幅对景写生的佳作，我们跟着画卷一步换景，雁荡山的一处处风景渐次展开，各具其姿。作者还用小字标出了各个景观的名称，像石门潭、石佛岩、灵峰洞、响岩等等，繁密细劲地用笔与丰富的用色赋予了画面鲜明的层次感。陡峭挺拔的山峰好像要冲出画卷，立于我们眼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雁荡山图卷，一跃胸中丘壑，一探万古山河。Thank you.
掌声有请朱涵。非常感谢方景龙先生还有朱涵，我们年轻的舞者，你好像是用大雁的形态来诠释了雁荡山的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视角？它还是一个以小见大的一个创作的风格，通过一个有灵性的动物南归雁，然后它的芦苇荡啊，它的山顶的湖水啊，营造了一个它们非常好的一个栖息之地。自古以来，大雁都被视为爱情的忠贞象征，它们成双成对，如影相随，所以呢，我们也希望用虚实相间的方式去诉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今天山中的很多景致，我不知道是否还和百年前一样保留了它的原汁原味的模样，也想通过连线的方式听一听方景龙老师此行的感受。方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诗画中国。小撒你好，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高兴这次能亲身走进雁荡山。这里的山都是高耸入云，山壁几乎是垂直地面，拔地而起，站在山脚仰望群山，给人一种顶天立地之感。在这一次的演绎当中，您的音乐的创作是怎样去尽可能的贴近我们的这幅古画的意蕴呢？大家知道古琴曲有两首最有名的代表曲，一首高山，一首流水。那么这次我是用了我的五弦琵琶来展示古琴的厚重感，后面又利用琵琶的清脆明亮来塑造山河的力量感，同时可以贴合雁荡山图卷，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境。看到这幅古画雁荡山图卷，从这个画作当中你就能感觉到雁荡山的这种奇特的地形地貌，以及它为什么自古以来会成为文人墨客心目当中一座独特的值得用笔墨去描绘的山水。所以吴馆长给我们讲述一下这幅画作我们应该从哪些重点去赏析它。这一张雁荡山图啊，它是一层所作，当我们展开的时候啊，会顺着画家所设定的路线，他所描写的地形，他所描写的水石天以及舟船之间的这种啊关系来进行游走。我们在走近看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石头它的质感，这种质感在1亿多年之前它的火山爆发以后它形成的岩浆所构成的山石的结构，同时它又是江南地带，江南地带啊比较湿润，那种天然的丘陵它所形成的这种植被，所以呢它是一种秀山，秀山与岩浆所形成的这种斧劈，这种雄浑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在这幅画当中，画家用了两种创作的表现方式，一是斧劈寸，这个斧劈寸啊，它把雄劲雄强雄厚啊这种奇峻奇险的山势给表现出来，另外一个呢他用匹麻寸表现南方山水那种秀丽。山水画是中国画当中一个大宗，对，历代画师要想成名成家，山水画好像都很难绕过去，但是每一个人又渴望在自己的山水画当中去树立自己的风格，留下后人对自己这幅画的独特的关注点。其实这幅画刚才我们用这个视角去看，觉得它就是巍峨的苍翠的雁荡群山，但是如果把镜头拉近了，那个时候游人如织了，可以说你看这在等着船的，这里还有抬着轿子行走山路的，然后这里还有拄着杖在山路间。那个时候啊
也就是明代的时候，这个旅游啊还是比较兴盛的，所以这个画呢它也很重要的，还有它的游览功能，有它的识读功能啊，去游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但它不是仅仅提供一个地形图啊，或者一个地貌图，实际上它是用艺术的方法来表现的一个既空灵又实在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画家用他的画笔给我们描绘出了当时的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外出游山观水已经成为不是一种很奢华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是说开始慢慢普及。对，我觉得我看了刚才这个雁荡山这个画啊，我很有感触，在哪，就是以前人们说写诗啊是有江山之柱，因为我刚才看了那个展卷，第一个感觉就是江山之柱对于画家也是如此，雁荡山本来就是刚健之态与柔美的秀丽结合的这样一种风格，所以画家的作画之法不由得就借了这个江山之势。那么作诗的人也是这样，他也得跟着江山走，最早就是在谢灵运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谢灵运呢是大旅行家，他写的诗叫从金竹涧月岭西行，这首诗22句诗是完全按照一个游人的角度，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旅游结束，然后一路所见写得非常细致，这光是怎么变的，这石头是什么形状，这溪水是怎么流的。那么这幅画也是一样，其实是一个全景图，所以如果把这个诗和这个画叠加在一起，我觉得那真的是诗画双璧，这是第一条。第二，雁荡山的可贵在于不仅是有画意有诗情，同时很多不同的人在他的身上都能找到不同的灵感，比方说徐霞客，徐霞客去了3次雁荡山，那这是作为一个职业旅行家他要给大家介绍雁荡山。还有沈括，梦溪笔谈，梦溪笔谈里边雁荡山记，对不对？那么你沈括写雁荡山干什么？他探究雁荡山的形成啊，他当时是由水流侵蚀而成，那就是你想雁荡山具有诗的诗意，画有画意，科学家也来探秘它，旅行家也来探秘它，所以一座引人注目引人探胜的山啊，可以说它具备了多方面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说我们以现代的目光来看雁荡山，发现雁荡山的身上蕴藏了很多很多的文化的遗产，也可能正在绽放着还不为我们所知的很多的要素等我们去发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今天你都可以以比古人更轻松的方式去完成，就像我们的画家和诗人，如果你没有登过这样的峰顶，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景，没有得山水之助，你是没有办法在笔下描绘出如此传神的景。这幅画呢，虽然它是一个长卷，但是呢，我们首先从构图上看，它有一个核心聚焦在画面两座山中间的那个地方，这样比较符合我们去看一个景观的感受。那种写实的山水，它不是说就是被动的去描摹自然，它其实是含有了艺术家的想法，它应该是一方面在契合当时整个社会对于旅游对于名山大川的那种期待，然后另一方面呢也表达了他本人对于这个名山大川他的一种取舍，他的一种看法。谢谢朱涵，谢谢方景龙先生，通过他们的演绎带给我们的雁荡山图卷。中国降造文明之光，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孟之兰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
上淘特 APP 摇一摇，有百万份免单零元拿。实话中国由淘特 APP 赞助播出。健康好油看油酸，实话中国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守护生命与健康，实话中国由专注于国人健康的云南白药集团特别支持。品实话中国，见艺术生活，卡萨帝鉴赏家套系，邀您思想意境，品鉴不凡。有请下一位开卷人。大家好，我是开卷人刘万明。长安一片月，外户捣衣声。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画卷是宋人临摹唐代画家张轩所作的捣练图，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这幅手卷是盛唐时一幅重要的风俗画，共刻画了12个人物形象，一次描绘了捣练、缝衣、熨帛的劳动场景。捣练就是捣洗煮过的熟丝。画卷右边这4个人物看样子是分作了2组，两人手握木杵，用力锤击，左右两位挽起袖子，准备聚细。中间两位女子，一位在捋线，一位在缝衣。画面最左边的4位女子分为2组，两位女子将白练撑开，另有一位仔细熨烫。还有一个淘气的小女孩，增强了画面的趣味性和动感，给繁忙的劳动生活增添了几分欢快。捣练图的人物与场景真实生动，充满生活情趣，体现了唐代绘画写实的杰出成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捣练图，在阵阵捣衣声中感受流传千年的大唐风韵。
掌声有请一杰、黄路飞。欢迎一杰，欢迎黄路飞。谢谢，你好。很多人都觉得这幅画本身看上去，这些侍女，她们的这种捣练，这种所有的动作都具有一定的舞蹈性，所以会不会给您的编舞带来灵感呢？我从这幅画里我的理解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故事，画是我们的古画，但是我们怎么样用今天的一个审美来重新解构这幅画里这个作者能够传递出来的一种穿越时间穿越空间的这么一种生命感。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在整个舞蹈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从服装上、头饰上、妆容上，也都是在高度的还原画作当中的人物，是吧，陆飞？对，是，我是背对着的那个这样缕丝的那个女孩，这把小梳子在古时候它是叫做那个梳篦啊，梳篦，对，它在这种复杂的这种就是盘发当中，它又可以啊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同时又可以就是说美化装饰的一个作用。刘馆长，您如何去评价这画面中这些侍女她们的造型特点？这幅手绢嘛，可以说它的造型的这个特点呢，非常有这个唐朝人物，尤其侍女画的代表性。其实呢，我们感受到能够走进大唐的那种世界当中，那时的这种强大，那时的女性的追求的这种雍容华贵啊，包括女性的服饰，包括女性的这个体态，还包括我大唐时代对女性的一个审美的要求，其实在这幅画当中基本都呈现了。其实它按手绢的方式是一个连续性的，当然这个呢，如果我们用这个中国画的这种款式的特征去评判它，它不是连环画式的，应该是组合式的，它打乱了长卷的这种连环的顺序，没有按照步骤来。刘馆长说没有按照顺序来，这个是画家会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意图才会做这样的一种顺序上的调换？一个艺术家很重要的，他是要表现美，要使画面成为一个艺术的画面，所以这一个需要之下，他往往会对于过去的表意的叙述的故事情节式的这种需要啊要推到第二步去，那么也就是说内容啊要服从于形式。这个作品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就像到了春天的花园里面去，一棵一棵的花树在那里，它有很有节奏的啊，有高有低，给我们的形式的动感。那里人的所有的手、手臂、肩、头颈胸关系，包括身体的这些关系，它的结构啊是非常妙的。它这里面啊还要强调的线跟形体之间的关系，还要强调这个线它自身的它的独立审美价值。你看它每一个手，它在劳动的那个手啊，它跟手上的线、跟手上的针、跟手上的捣练棍，还有那个抓住两个拿那个狮子柄的这样的那个手都不一样。在形式美上面它很讲究抽象美，因为捣练的这些杆子啊全是竖的，人也是站立着竖的，那边有一个卷在被烫的时候，它是一个横向的横竖之间形成距离，
这是这幅画，我觉得从形式美感，从色彩，从造型，从情趣，从情节，以及从整个画面的节奏来讲，它都是非常独特的。你看这个画面当中的这种劳动工具啊，都很有讲究，它中间细以便于女子能够一掌握住，两头粗它是要有倒下去的时候那个力量和惯性，所以它都是既有着这种劳动生产的实用性，又有科学的原理在里边。所以我在想，文学作品当中对于这样的这种生产的场景，劳作的场景，是不是也有很多这种很美的描述。你像李白说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对，秋风吹不尽，估计就这声音，总是玉关琴，说的就是一到秋天长安城里到处都是咚咚咚咚咚咚，它有月光，有色彩，有声音，是吧？而且通过这个声音，你能够很真切地感觉到这个家里边的思妇啊，她是特别的急切。而且呢，为什么说万户捣衣声呢？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琴。你在玉门关，我在长安城，我这儿一杵一杵的在这捣，不仅是捣在了我的心上，那边那个人也能感觉到。他写的这是子夜吴歌的秋歌，子夜四时歌，它本来是一个乐府的民歌。那个乐府民歌主要是写什么呢？就是春夏秋冬四季，有的是写的思念，有的呢写的是内心的变化。但到了李白的笔下，他有了时代的特征。最早写捣衣诗的是班婕妤，是汉成帝的妃子，写了捣素赋。在捣素赋里边，他就第一次写到后宫里边都在捣练，就在制寒衣。现在的这个捣衣诗呢，是普通老百姓思念自己的丈夫，所以他这个主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幅画呢，作为这个唐朝当时的盛唐时代，因为张轩是盛代时代的画家，同时他又画的是宫中的这个形象，就是体现了他那个盛世的底气，那种自信。在盛唐时候呢，这个长安啊是这个整个的丝织品啊这个生产的中心，它只有在那个时代啊有大量的这个女子啊来做这个工作，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群像。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我在想，无论是历史上哪一个盛世朝代，它都是由普通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捣练图是平面的空间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之作。他人物的造型吧，幅度不大。张轩在表现人物造型的时候啊，他把他的动作全部都经典化，这种身姿的扭动啊、旋转以及包括轻让，能够生动地把这些人物啊鲜活地表达出来，特别像这个舞台上的戏剧人物的经典动作，画面里面的线条，垂直的线条啊比较多，横纹啊少一点，作为一种对比啊，人与人之间的呼应作为一种对比，正面形象、侧面形象和背面形象作为一种对比啊，这个在早期的这个人物画里面所呈现出来这种啊用心之处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中国人物画到了唐代的时候趋向于写实，这张画的色彩上是非常突出的。这张画呢，它用了石青石绿主要的两种颜色，再加上白，尽管如此，这张画它仍然不觉得杂乱，就是它的这种色彩之间的变化其实都通过白来进行了衔接，色彩处理得非常好，而且绿和绿也不一样，绿的颜色用得极其漂亮，除了这冷颜色之外，它还有一点红点的颜色，就是比如说毛腰的那小孩哈，啊，就是一种粉红色的颜色，其实它是对这个冷颜色的时轻时绿的一个补色关系，这一下子就使得整个的画面变得灿烂起来。
谢谢两位和我们的团队带来的精彩演绎，也谢谢刘馆长和我们一块儿赏卷。中国降噪，文明之光，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孟芝兰手工班与您一同走进诗画中国。上淘特 APP 摇一摇，有百万份免单零元拿。诗画中国由淘特 APP 赞助播出。健康好油看油酸，诗画中国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75%以上。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品诗画中国，见艺术生活。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品牌卡萨帝赞助播出。卡萨帝鉴赏家套系，思想意境，品鉴不凡。青石道旁露影稀，我追寻着你的足迹。晓风山结衣，拂动花枝来相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野河穿竹林，方有仙山仙云里，我留恋于你的风雨。纸上万里行，落笔成诗情画意。谁抚案窗前，写照岁月间。试卷向我轻挥手，你飞扬的笔墨舞动出传世千年的不朽。一盏烛火照映心中你不语的丹青，勾画了神州。仙山仙云里，我留恋于你的风雨。纸上万里行，落笔成诗情画意。谁抚案窗前，写照岁月间你。你飞扬的笔墨，挥洒出一马平川的试卷向我轻挥手，你飞扬的笔墨舞动出传世千年的不朽。一盏烛火照映心中你不语的丹青，勾画了神州。向我轻挥手，你飞扬的笔墨舞动出传世千年的不朽。一盏烛火照映心中已不语的丹青，勾画了神州。